每天五分钟，保守自己常在神恩典中。荒漠甘泉，引领你今天的属灵生命走向完全。这事以后，耶稣出去，看见一个税吏坐在税关上，就对他说：“你跟从我来。”他就撇下所有的，起来跟从了耶稣。路加福音五章二十七、二十八节。马太的奉献是一个非常的奉献，他是一个税吏，有钱可捞，有事可依。可是主耶稣只说了一声：“你跟从我来。”他就撇下所有跟从了耶稣。这是何等少的事！主并没有给他更高的职位，更丰的薪水。我们愿意舍弃，如果我们能赚更多。但是马太却不是，他明明知道一跟从这拿撒勒人耶稣，一生的名利就此断送，并且还要遭人轻视。可是他情愿跟从耶稣，这是何等难能的事！他跟从主耶稣，这无形当中就是承认以往生活的错误，而且他以前的同伴不免给他许多难堪的讥讽嘲骂，可是他并不顾虑这些，他甘心跟从主，这是何等不容易的事。他跟从主之后，为耶稣大摆筵席，欢欢喜喜地接待他所跟从的主。许多人跟从主是忍痛的，不得已的，许多人跟从主是硬着颈咬紧牙关的，许多人跟从主是流泪叹气的，能够甘心跟从主已经是少有，能够乐意跟从主更是罕见。而马太不止甘心，而且乐意，这是何等可贵！主在今天仍然盼望在我们中间找着马太。